你二十二秒的语音我收藏了三年，被反复听过一遍变成了卷，每当我喝醉之后头脑断了路断了边却迎接着惦念。那家咖啡店又走进我的视野，高中的堂课座位我们曾赴约，西京的闲谈谈一些生活细节，从下午五点聊到凌晨深夜，路灯照亮了人烟稀少的街，我和你拍照两人心照边界。